天。戴着那门口罩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探路者，记录你的世界，记录你的世界。我们现在来到那个布袋渔港，我们要来采买今天所要食用的食材。那我们一起走吧。那我们这次来呢，主要是要买一些比较简单、容易熟的食材。嗨，然后我这次想要买虾子、蛤蟆。这个，对，它80、100、150差在哪里？大小颗，对对对对。哦，是大小颗是？那我这个两个好了。150。对。老板，我要那个一盘这个，那可以帮我剁块吗？好啊，谢谢。那个它的排泄物呢？哦，真的，好吧，可以晒啊。要切啦？对，我要直接煮汤啊。花枝啦。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鱼有肉了，那我们现在就买一些淀粉来煮，这样比较方便。那我们就决定买面了，搭配这个海鲜面。这个红包袋可以买，你看，米豆子，买了。虾虾虾虾。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破点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在这边开始煮东西，然后准备在傍晚之前把床来铺好，这样子。今天呢，我们的食材有我们的面、鱼丸、两包蛤蟆，还有一大包的花枝，还有蛋蛋，还有奶茶，对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先去玩沙了。拉筋吧。
这加完就不用加盐。辣椒。现在就是我们刚吃完饭的灾难现场，大家看到这边全部都是沙，所以我们刚吃的东西里面通通都是胡椒，胡椒沙。所以我们车破点非常重要。对，车破点非常重要。在那个海边的时候要注意，冬天的时候东北季风会让沙子非常的多，不然就是你要打一个天幕。只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装备不落地了。所以基本上比较难做到这个样子，不然就是要找营区了。打个天幕应该还好。现在要开始洗碗了，灾难现场。所以其实不管是车速还是野营，其实都很需要另一半的支持，因为老实说没有那么舒适啊。但是就是一种体验，就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自由。对对对，就是一种冒险。我觉得人有时候太舒服和生活过习惯，你会觉得无聊。还有时候就是来经历这种灾难之后，才会生活多一点色彩。不见得是不好的，但是是不同的体验这样子。好，开始整理。洗掉，洗掉。这边有一个一岁半的小朋友，他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对，就是在灾难现场当中选择自得其乐的方式。因为我们今天其实煮的海鲜都没有放任何的油了，一滴油都没有，所以其实无油无盐这样子。那其实蛮咸的，再冲一下就好了。最好就是带着垃圾袋，然后把我们带来不属于这边东西带走，不要造成别人困扰。出来玩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我出来玩很好玩，是因为可以跟叔叔或者是跟爸爸妈妈，然后很开心。你喜欢睡车上吗？对，喜欢啊。但是我很少睡车，我也不喜欢睡车上，只是呢车上会软软的，很舒服。我们还没有问你问题，你喜欢睡车上吗？喜欢。为什么喜欢睡车上？因为车上刺刺的。你喜欢睡车上吗？喜欢吗？你喜欢睡车上吗？喜欢吗？喜欢。你嘴巴都胡椒哎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玩。知道吗？拜拜。这就是传说中那个伟大的太太，对，一家五口有办法出来车速的。对。你喜欢睡车上吗？你第一次睡车上什么感觉？在合欢山。那什么感觉？很冷很冷，清晨起来看到阳光，看到清晨那感觉怎么样？很棒啊，就是你起床，然后就看到曙光、云海。云海。对。跟云海一起起床。对对对。那在云海上面泡咖啡感觉怎么样？很棒，但是
很冷。啊，有时候这种遇到这种灾难现场，你们骂我了，就先吵架，先吵架，先吵架。那你这样吵架过几次？几乎每次。没有吧？应该这是第一次吧？第一次吵架，为什么？风太大。呼叫太多，呼叫太多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小孩呢？小孩如果像这样一直闹，就抓起来啊。抓起来。那真的很辛苦的哈。对，车速让你最难忘。我们去马祖13天，然后都睡车上，只有2天有去民宿，其实蛮好的呢。如果可以再一次，我也会选择就是开车过去睡车上，就很自由，然后想停哪里就停哪里。那不会觉得这样很像流浪汉？我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就觉得蛮有趣的。然后小孩还小，然后一起睡在车上，很棒。然后呢？可以，好，那等下如果再煮个奶茶给你喝，我有带给你。哎、欸，这不用录进去吧？和好一下，和好。你看你，看这里，带路走。